红秀莲花是15507，他的莲花看看在哪里。莲花是吧？哦，对。15507啊。15507，15507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哎，不行了，掉下来了。啊？掉下来了。是不是当时他是没有进上去还是怎么的？他当时报名字了不啦，自己、啊。报名字的时候可能要不然就没有进上去哦。吓得来不敢报呀，就是，不敢报嘛就上不去了。那现在他替你说有用吗？嗯，有什么用啊？上面没有什么用啊。15507啊。对呀、啊，15507啊。那再看一个同学15737。这个人在啊，他在上面啊。他在什么地方？莲花池啊。哦。嗯，他的莲花种上去了，还有一个莲花没种上去，好吧？好了好了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嗯，好，师傅再见。